是要请教你，第一个问题是，伊就你咧办理第三学期的时阵，你对阮的想法甲期待是啥物？好如你这是真个真好个问题。我迄阵啊，甲我的同事伫想这个代志时，是想讲，若会使利用这个暑假期间，咱的学生囡仔会使接触一寡伊家己身躯边的语言甲文化，会使加学一寡物件，一定真趣味。啊，你即马学起来有趣味无？有兴趣无？有哈、嗯？你介爱啥物？我介意讲台语。介爱讲台语。嘿，你有要甲咱的观众朋友讲一寡台语无？你讲大家。哦，大家好。你唔得讲啊？阮无聊家有啥物物件真出名的？五寮有滴笋真出名，真好食，真正五寮的滴笋真好食。